阿瓦蒂夫妇和随员一行，由我经济部长孙运璇陪同，首先在今天上午9点抵达高雄加工出口区，听取了处长吴梅村的简报之后，随即参观了一家由美商投资的电子公司，并且登临瞭望塔，瞭望全区的建设，对加工区优良的投资环境和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倍加赞许。